哦，妈咪，为什么有两张一样啊？因为有一个是爸爸画的啊。哦，那你是哪一张？你觉得哪一个是我画的？应该是比较短的，第二个比较黑的应该是爸爸。为什么？因为爸妈妈画久了，你看每一张都画的蛮白色的，更黑的更黑，更白更白，所以我觉得像是妈妈，然后爸贴不出来这种颜色吧，所以是这张是爸爸。那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爸爸要全部填的填满。那我再跟爸爸说。好，拜。